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60页，260页，从第六行看起，从第六行。清净者，身口意三业，利一切恶行、烦恼、苟然之位。探玄纪云：“三业无过，曰清净。”盖为身口意三业皆无过失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啊，贤首过失，六十华严的注解叫探玄记啊，里面给我们说什么叫清净。清净的标准是三业无过，身与意三业皆无过失，这就是十善业道圆满的落实了。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叫身清净；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口清净；意不嗔，不贪，不痴。这个叫三业无过，三业清净。三业清净做到圆满，就成佛了。我们在很多佛像，画的佛像，佛像头顶上有圆光。圆光上面写了有三个字，有梵文的，有藏文的，也有中文的。这三个字发音叫嗡阿吽。嗡是身，阿是口，吽是意，就是三业清净。三业圆满的清净是佛，这皆无过失，用这个做标准呢，又非常具体，有清净土啊，直净土，诸佛如来所居住的。清净身呢，是指佛身；清净人呢，是指如来。清净身是对身体说的。清净人就是佛，三种清净都达到圆满，又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一法具者清净具，
清净具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于此经体中庄严清净，妙合天然。三种庄严者，无量庄严也。今其入一清净具中，使一切皆已。又经云：心经则佛土经，表一切一切。华严玄旨于此处见之。啊，这属于华严见解，在本经里头有。所以说本经即是中本华严。啊，这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经上可以找得到证据。啊，确实跟华严所说的境界相同，这是华严说的详细，本经说的简略。啊，十一部经不是两部经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了有这种看法。有汉译称阿弥陀佛了为无量清净佛，所以无量清净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三业清净很重要。啊，时时刻刻想到十善业。啊，它只有十条，是我们身口意齐心动念的一个清净标准。啊，下手就从这十善下手，圆满是如来的果位。啊，在如来果位上，十善业扩大了。法身菩萨扩大到84000细心。真的是一切是土。到如来果位呢，这个清净是没有边际的，没有底线，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人清净，土就清净，啊，国土清净，这是依报随着珍宝转。啊，我们认真学习，努力的学习，啊，真干，果报第一个是我们的身心清净，啊，身心清净，什么病都不会生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环境随心转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当然不会有一切灾难。啊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谓“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”。啊，人有福报。啊，居住的环境自然就好。
又其中第十八愿曰，这一愿非常重要，四十八愿的核心。啊，四十八愿里面哪一愿最重要？就是这愿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自己发的愿，说我做佛时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成佛的时候，祝福过人民，有做菩萨道者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啊，这里面的人民发心修菩萨道，常念我净戒心，啊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清净心，受宗师，我与不可计比丘众啊，非心因之。啊，念佛必定生净土。啊，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，受宗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与无量的比丘去迎接他，啊，接引他往生，共在前离。啊，佛跟大众都在这个往生人的前面，即还生我国，作阿惟越之。这是汉译的。啊，跟这个汇集本不一样。啊，汉译的第十八愿。啊，汇集本里面做阿惟越致菩萨是在第二十愿。十八愿是深念必生。讲的比这边更清楚更明白。啊，此中净戒心就是清净心，以及往生论中的清净句。啊，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。啊，清净句就是清净心。啊，清净心就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啊，为什么？清净心生智慧，染浊心生烦恼。智慧不是外头来的，是自己心性当中本来具足的。啊，所以智慧啊，不必到外面去学。外面去学得来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是清净心里头自然流出来的。啊，清净心里面有智慧，也有知识，它都有。啊，所以得清净心，事处世间法全都知道。啊，不需要学。在这个世间，特别是在宗教里面，啊，有很多宗教里头那些大德高人，不认识字，
没有念过书的很多，他有智慧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知道。啊，这个就是智慧开了。啊，所以古时候东方啊，印度跟中国教学都重视智慧，不重视记问，啊，重视开悟。开悟了，教学的目的才真正就达到了。啊，圆满的开悟就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现真心呢，你见到了，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啊，这个世间，一切法都是自性所生所变。你要是见了性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见性全都知道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么也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清净句，佛名无量清净佛，佛心就是无量清净心，总之是一法句，即是清净句。啊，即是啊，真摄智慧无为法身，一即是一句佛号，这你讲清楚了。啊，极乐世界，无量的庄严，入一清净句，就入这一句佛号。这是让我们知道，真正知道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佛号代表了整个极乐世界，天亲菩萨为我们介绍的29种庄严，啊，就在这一个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当中，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就全念到了，所以这句佛号具足无量功德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修行，古往今来，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，要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。我们这个我怎么断？善怎么修？功德怎么去累积？啊，现在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原来就这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是干这些事情啊。所以地贤法师那个学生啊，徒弟郭鲁江，什么都不会，也不认识字啊，一生生活过得非常辛苦，跟乞丐差不多啊。40多岁遇到地贤法师啊，小时候在一个村庄长大的玩伴，
啊，看他出家不错，啊，是有吃有穿，啊，还有好的地方住，啊，看得很羡慕，啊，一心想出家。出家得有条件的，啊，普通一个出家人住在寺庙里的，五堂功课要会啊，啊，这五堂功课对他来讲大难大难，他怎么会学得会？啊，那么讲经他不认识字，40岁学太迟了。啊，所以实实在在不得已，地仙老和尚就叫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啊，他说：“你就念这句佛号，这个他会，他学会了。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这是干什么？断我修善。”积功累德了，告诉他这个秘密，他不知道啊。啊，你一直念念下去，将来准有好处。3年，效果出来了。啊，欲知时知，站住往生。啊，死了还站了3天，等地仙法师来接他办后事。啊，他这3年怎么样？真的断我修善，累积的功德够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。不见得是寿命到了，啊，功恨圆满，佛就来接他了。啊，他还没求佛，佛主动来了。啊，我们常常。顾虑自己造的恶业深重，业障消不了，啊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忏悔，总是怀疑，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道理，绝大多数的人。都有这个疑虑，啊，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之大，不知道。所以前清乾隆年间，灌顶法师啊，大师的外号叫慈云，啊，灌顶是他的名。他在《观无量寿经直指》这本书里头，《观无量寿经直指》是他做的，啊，这个法师很了不起。一生著作等身，勤于写作。啊，日本万字序藏里面收集他的这个著述啊，就有20多种。啊，他著作总共大概有40-50种，啊，非常丰富。《观经直指》里面告诉我们一桩事情：
众生造极重的罪业，所有的经教、经咒都救不了他，所有的这个忏法都没有办法把他的业障忏除，最后还有一法可以把他的罪障忏除，这一法就是专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名号知道的人很多，这个名号功德利益知道的人不多，所以很多人轻看了他，小看了他。罪业造多了，请法师来帮助他忏悔。规模大的做水陆法会。修梁皇宝忏。水忏、大悲忏，乃至于法华忏，很多忏法了。实在讲，抵不过一句佛号啊！不必请人帮忙啊，自己一个人在家念，就把业障通通都念掉了，都把这一页都能念掉了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这个利益了，知道人不多。知道的人他就真干了。真干的人，三年五载，效果卓著，他真成功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古时候古人注解这个经，用文言文写的，文字比较深。有没有说出来？说出来了，说出来没看懂啊？这个事情我们很清楚啊。为什么？我们自己是个过来人。年轻的时候看这些注解，我还是这么多字吗？没看懂。意思没看出来，看了多少年，看了多少遍，逐渐逐渐呢，悟出来了。悟出来之后，不怪别人，完全怪自己。年轻时候心浮气躁，粗枝大叶，叫活人吞枣，是看过了，真没看出来。原因就在此地。那现在看看，年轻一辈犯我们年轻毛病的很多啊。好在无量寿经呢由这个善本出现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不但遇到这个好的本子，还遇到这么好的脊柱，这个我们永远要感恩黄念祖老居士，为我们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。
精心选择来注这一部的经文，让我们从这个集注上完全明白了。他讲得真透彻。引经据典，让我们没有一丝毫疑惑。搞清楚就好办了。佛门修行很容易啊，最难的就是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清楚明白之后，如果真干，弥陀经上讲的很简单，若一日、若二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，不要费很多时间。经年累月干了几十年了，念了几十年了，效果没有出现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对于这部经了解的不够透彻，虽然念佛念经，甚至于讲经教学，道理没透彻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不是没有干，是干了，干了功夫不得力。什么是不得力呢？不得力的现象就是不专心。读经的时候有妄念在里头，念经的时候有杂念在里头，念佛也如是。也就是没有清净心的。要是用清净心去读，用清净心去念，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宋朝的迎客法师，破戒的比丘，还好他相信因果。他知道所做的一些恶事、恶念，将来一定堕地狱。想到地狱苦，他就害怕了。求居于同参道友。有一个同学是出家人，送他一本《往生传》给他看。他看了之后，每一看一个人的故事，都流泪，都感动。这本书看完了，他下定决心。把疗房的门关起来，自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不吃饭不睡眠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你看，三天三夜，用什么真心清净心了？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没有怀疑。阿弥陀佛先前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10年，好好修，到临命终的时候我来见你。严可也很聪明，跟佛说，我那个10年的寿命不要了。
我现在就跟你去。啊，人有自知之明啊。啊，他这个人呢，经不起诱惑，人家一诱惑的时候，他就忍不住了，他会造罪业。那十年不晓得要做多少恶业，可能十年之后往生没分了。啊，十年寿命不要，现在就去。啊，那佛就答应他了，他说3天之后来迎接你往生。啊，他非常欢喜，房门大开，告诉大家，3天之后他就往生。啊，一般人看到他这个样子，都笑他，别胡说八道。可是看这个态度啊，好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好在3天嘛，不长，看3天之后也往不往生。啊，没想到3天之后真的，他邀请大家念佛送他往生。啊，大家都答应了。啊，跟佛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，请他们来助念。他们助念大概1刻多钟，古时候的1刻，大概现在40多分钟，古时候的1时。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是现在的2个小时。啊，所以不像现在1刻是5分钟，从前1刻大概40多分钟。啊，念了1刻钟啊，可他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跟大家告假。啊，我先走了，他就真走了。这个案例被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啊，真正能往生在净土中就是圣人，就是贤人啊，真走了啊，3天3夜，真干呢，真拼命呢。他能做得到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。问题，你肯不肯发现？啊，你肯不肯把这个世间彻底放下？没有丝毫留恋。啊，一心一意念佛求生。决定有感应我们在前面看到波州三昧啊，《华严经》上53禅，吉祥云比丘，是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对象。啊，文殊菩萨介绍，那是一个善知识，你去看看他，跟他学习。啊。古时候印度跟中国都有这个说法，叫先儒为主。这第一个善知识非常重要。
啊，那么他就修的波州三昧，波州三昧是一期90天，90天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啊，可以站住，可以走动。这个三昧叫佛列三昧，啊，就你不可以坐下来，啊，90天呢。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真干呐、啊。啊，真的想见佛了。啊，如果用的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。没有不如愿以偿，啊，真正收到效果。90天人能做得到啊？打个夫妻，不就太简单了吗？啊，太容易了吗？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啊，凡是做不到，有障碍，说老实话，都是你自己没有放下，你还有留念，还有牵挂，啊，这就难了。啊，这桩事情佛帮不上忙。真正彻底放下，一丝毫牵挂没有了，佛帮你忙啊！啊，你没有障碍啊，障碍不从外头来的，全是从自己内心里头生的。啊，这个7天念佛，这一心念佛念下来，大势至菩萨说明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一是想啊，心里念。口里没有念，啊，念是口里念，心里也想。这是教给我们，念佛的时候念累了，可以不开口，啊，心里头默念。念佛不能间断，口间断没有关系，就心里头的念头不能间断。啊，现前见佛是感应，佛会现身。啊，佛会告诉你。啊，像盈科法师一样，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。啊，到时候来见你，等于说是给你受记。你自己清清楚楚啊！啊，当然，像盈科这样，也是非常好的事情。虽有寿命，不要了。我们看到《往生传》里头，许许多多人3年都往生。我相信那些人不是寿命到了。寿命到了2、3个可以啊，不能那么多啊，没那么巧的事情啊。
啊，那他们为什么往生呢？见到阿弥陀佛了，寿命再长不要了，现在就跟你说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念佛三年见佛了，很平常的事情，不是稀奇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自己搞了一辈子不能成功，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，啊，这是自己造成最大的障碍啊。如果把这个障碍放下了，我们相信像迎合这个方式，我们能够做到，不是不能做到。啊，这是勇猛精进。啊，迎合是自己晓得决定要堕地狱，所以他的三天三夜是救命啊。啊，叫唤阿弥陀佛来救他的命啊！他是这样的心态啊！啊，短时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，我们对这桩事情决定不能怀疑啊，他是真的。我们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啊清净心来念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也会有这个效果。啊，佛来了，可以跟他去，也可以留下来。啊，佛叫我们留下来，我们就留下来。啊，留下来干什么呢？给众生做念佛的好样子。啊，表演一招给大家看，表演什么？表演彻底放下。啊，让人家看了，跟你学习，你多度一些人去啊，好事情。啊，这个里头要有迎合法师那样高度的警觉心。啊，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真放下了？如果外面有诱惑，我还动心。啊，我还会受外境的干扰，我没有办法不受干扰。啊，那就最好学因果，还有寿命不要了。啊，我现在就跟佛祖。啊，过个几天不妨碍。啊，早年我住在新加坡，我看到新加坡的老林长晨光别居士的往生。啊，他往生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皈依。啊，在病床上。头脑很清楚，啊，跟着我念三皈依的誓词，念三遍，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走了。
啊，走了之后，他的家人告诉我，三个月之前，他在一张纸上写了，是8月几号，我忘掉了，写了十几个。啊，家里人也不敢问他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人晓得，就是那一天往生。啊，他对他往生的日期3个月之前知道，啊，非常正确，一点都不错。欲知是知，啊，他生病在家里养病，前后好像是4年，啊，这是新加坡的一个企业家，银行界的名人，啊，生前工作繁忙啊，虽然是佛门的护法，对于佛教是什么，确实他并不知道，不很清楚，啊，只晓得拜拜、求升官发财，就这种心态。生病的时候，他不能上班了，在家里养病。啊，就叫这个李牧原居士，我在居士林讲经，把我讲经的录像带，啊，那个时候是录像带，不是光碟，啊，送到他家里面去给他听。啊，电视机就放在他床铺的对面，他眼一张开眼睛，他就看见了。每一天看8个小时，念8个小时的佛，他真修行是生病，他不生病，他没有机会修行。啊，这样看了2年，也念了2年佛。有一天告诉李牧原，他想往生，应该是他有把握了。啊，李牧原告诉他，不行，你不能往生。啊，他说你要往生说，居士林会乱。啊，一定要护持。啊，再护持几年。啊，他这个念头就打消了，就又过了2年。这2年当中，确实把居士林的这些事情呢，都安排好了。啊，自己把林长辞掉了。啊，叫总务，总务就是林务员居士。啊，让他做领长，通通交代好了，没事了。这一年往生，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他的确，他延长了2年，啊，为了护法。2年以后真走，真走还真的有证明。啊，有一些灵鬼附身、附体，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附在这个女孩子身上，这阿弥陀佛，杜美玄。啊，在居士林念佛堂，啊，突然被
灵龟附身，啊，附身的人告诉他，他们很多人，好像有100多人，还是几百人，搞不清楚，是灵长的冤亲债主，啊，告诉大家，灵长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看到心里很欢喜，啊，我们不障碍他。啊，希望呢，我们能有机会听经，在这里念佛共修。啊，这好事情。啊，这一天我正在香港讲经，新加坡打电话来告诉我。啊，我说赶紧给老林长的冤亲债主立牌位。啊，邀请他们到讲堂来听经，啊，到念佛堂去念佛，啊，结果这附体的说，念佛堂的光很强，他们睁不开眼睛，不敢去。最后商量，他们说能不能在斋堂吃饭呢？斋堂，啊，我们同意他。可以，在斋堂放了2个电视机，啊，他们指定要听《地藏经》，要听《十善业道经》，啊，这2部经我们都有录像带，啊，所以用2个电视机播放。喜欢听《地藏经》的，在一边。喜欢听十善业道经的是另外一边，播了3个月，播放3个月，他们都走了。我们相信啊，有不少人往生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啊，杜美玄为这个事情，他来找我，把附体前后啊状况告诉我。啊，被附体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知道，他昏迷了。啊，一直到灵鬼离开他的身体之后，他醒过来，当中全部是昏迷，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。啊，也就是灵鬼借着他的身体传递这些信息，啊，告诉我们林长真的是往生，啊，可惜没有人问他了，林长是什么品位，啊，没人问他，啊，只是他急着要求要听经，要念佛，啊，要帮他们超度，啊，这些事情统统做了，而且都做得很圆满，啊，所以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后头这一句是，总之是一句法，啊，清净句就是一句法。一法句就是清净句，啊，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无为法身本自清净，啊，即使一句佛号，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。
很多人问呢，这清净句是什么？归结到最后就是清净句。清净句是真实智慧无余法身，又把人搞迷惑了。啊，真实智慧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清净智慧，心不清净，智慧不出来。啊，无为法身就是本自清净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啊，他开悟的时候证了这一句，这一句生无量智慧也。啊，所以后头这一句太重要了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不能不真念。那么念这一句佛号，就是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全部都念到了。不但把这个念到了，把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念到了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通通念到了。再扩大跟你说，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都在这一句里头。这一句是大圆满，这一句是大总持法门，一切法都是从这一句流出去的，这句法是源头，所以功德不可思议，功德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故发大乘心，持名念佛，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往生。正是本经发菩提心，意向专念之宗。宗就是宗旨。啊，千经万论，佛的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成佛。啊，度一切众生成佛，才是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佛的本愿呢？佛的本怀呀，佛唯一的个希望啊。下面又清净句，表是即离体。啊，这个要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用慧能大师开悟的第一句话来帮助你理解。啊，他听《金刚经》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豁然大悟。啊，把他所悟的境界向无主忍和尚报告，第一句何其自信。本自清净，啊，何其用现在话说，没想到，啊，没想到自性本自清净，啊，第二句话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啊，不生不灭，一切法都有生有灭。唯独自性没有生命，自性是清净的，真清净，所以
他能生无量智慧。那为什么能生？他本来有。所以第三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那说明没有一样东西是在心外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自心之内发生的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心跟法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从清净句出生三种庄严呐。这一句话就是说，清净心生一切庄严。三种庄严呢，同如一清净句，一切庄严就是清净心所现。这清净心多重要呢？清净心里头一尘不染，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自己的本心，这是自己的真心，这就是自己真正的自己，是为经题中庄严清净之意。啊，清净这两个字就学到此地。下面接着平等觉。啊，平等觉也可以分开来。平等觉，把它分开来讲。平等呢，平等心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平等者，利差别也。啊，没有差别，不就平等了吗？有差别就不平等，没有差别就平等的。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。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真心平等之意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两个名词啊，这得提一提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想修的。如果对意思不懂，就会造成修学的障碍。佛学大字典里头有简单的解释。啊，平等是对于差别之称。平等的对面就是差别，差别就是不平等。是无高下前身等别，没有高下，没有前身，没有大小，没有先后。换一句话说，完全没有相对的，这叫平等。二十五史里头，南史梁武帝传记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心同太师，设平等会。”这个心就是
他参加同泰寺这一次的法会。啊，这个法会是什么？叫平等会，共斋。啊，也就是寺庙里头叫打千僧斋。啊，这一天请1000个出家人来吃饭，这修福报啊！啊，传说当中，修这个法会的人，其这1000个出家人里头，一定有真正的圣贤、高僧大德，啊，有圣贤来参加。啊，但是哪个圣是圣贤，你不认识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斋的事要平等。啊，没有任何分别。啊，出家人一律平等，来用功。啊，梁武帝一生大概这个法会做得很多，他喜欢修福啊。啊，有这么一个传说。啊，武帝打千僧斋，来的人很多，当然座位呢总还有个主席嘛，有个上位嘛。啊，这个上位啊，谁都不好意思坐，大家都让来让去。啊，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个和尚，看到大家相让啊，他就坐下去了，也没人认识他。这一坐下去之后，当然都是出家人嘛，啊，就不再让了，就一大家就坐下来了。吃完之后，人都散了。梁武帝问永明大师，有永元寿他也参加这个法会，供这个应供啊。啊，他问永元寿，今天呢有没有圣贤驾临啊？说有啊。啊，什么人呢？定光古佛来了。哦，今天定光古佛来应供，是谁呀？他就是那个坐在上位上，啊，人家瞧不起的，啊，也不晓得什么名字，他耳朵很大，就叫他做大耳朵和尚。啊，那个和尚是印光古佛来的，梁武帝也高兴啊，赶紧派人去追，到处去打听那个大耳朵和尚到哪里去了。啊，经过追踪啊，果然找到了，住在个山洞里头。啊，这人也知道了，身份暴露了，佛啊。啊，大家给他磕头顶礼，请他到宫中去应供。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弥陀饶舌。”那就是阿弥陀佛都化了，把他的身份暴露了，他就圆寂了，就走了。啊，所以真人不露相，一露了，暴露了，马上就走了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大家听到这句话了，这佛涅槃了，走了，听说弥陀饶舌，那说出这个说穿他的真相的
是永明大师，那永明大师不是阿弥陀佛来的吗？赶紧回去报告。啊，来报告的人，一说明这个事情，梁武帝欢喜，原来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啊，不要紧，还有一尊活佛在我家里，啊，赶紧去看永明大师。啊，还没出门，外头有个人慌慌张张进来，几乎跟他对撞。他说：“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？”说：“报告皇上啊，永明大师圆寂了。”这是真的，没有说是身份暴露了，还在这个世界，那是假的。那不是真的。在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例子。弥勒菩萨，我们中国所造的弥勒菩萨，南宋布袋和尚的像，我们这一次在斯里兰卡看到的弥勒菩萨，他呢跟我们是不一样。他那个塑像是男身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。我们有照的照片，诸位看看就知道了。他下面要布鞋上弥勒菩萨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布袋和尚是自己把身份说出来了，告诉大家，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。说了之后，他真走了。所以中国从此之后，寺庙里造弥勒菩萨的像，统统造他的像，布袋和尚像。这在《高僧传》里头都有记载。《五灯会元》里头也有简单的说，说天平等，故常伏；地平等，故常在；日月平等，故四时长明；涅槃平等，故凡圣不二；人心平等，故高低无争。平等之可贵呀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最后这一条：人心平等。我心平等了，在这个世间就没有高低，就没有争相争，今天讲的竞争就没有，竞争决定不是好事，中国古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竞争，但是外国从小学一年级，家长老师都叫他要竞争，所以他那个竞争的概念根深蒂固啊。你叫他不竞争，太难了。从小养成习惯，这习惯成自然。要想世界安定和平，要想象过去，
中国这种太平盛世最重要条件就是无争，才能做得到。啊，有竞争的这个念头，决定做不到。啊，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地方啊，都办论坛，办讲座，啊，效果都很殊胜。啊，可是办完之后，过个一个月、两个月就没有了，就又恢复平常了。什么原因？竞争没放下。啊，对立没放下。啊，佛门教学。这个东西是第一堂课，就要教你放下。大乘教里头，佛最重视的无争三昧，啊，学生里面的无争三昧，佛都赞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平等心先前。啊，平等心先前，心一定清净。啊，先得清净心，再得平等心，然后才会大彻大悟，就是觉。所以，清净平等觉是三个层次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啊，心学清净，不被污染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被外面环境干扰，你心清净了。学习的时候，找清净的环境，远离热闹的场所。啊，所以从前修行道场都建在山林里头。啊，标准呢是听不到牛叫。乡村农民养的牛，牛叫的声音最大。啊，出家人住的这个地方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。啊，这叫清净难入。啊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啊，现在噪音比从前多啊！汽车的噪音啊，这个机器的噪音啊，飞机的噪音这在过去完全没有。啊，以前人生活非常朴实，人都忠厚老成，没有心机，没有恶念，所以学儒、学道、学佛都很容易成就。啊，现在的环境干扰太多了，太杂了。啊，什么人能够不受干扰？啊，头等的干扰就是电视。啊，家家有电视，这就把干扰请回家去了。你这一家人想不接受干扰都不可能了。啊，干扰到你家里来了。再就是电话，
现在的手机，你看看，随时干扰你。啊，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知事多时，烦恼多；识人多处，是非多。”你认识的人太多，就是非太多；你知道的事太多，你就烦恼太多了。嗯，你看看家里装电视，身上带着手机，不叫自找麻烦吗？什么时候才能清净心才显现呢？这太难了。啊，能舍尽量舍，啊，要把它放下，啊，要学清净，要学平等，啊，清净平等真享受啊，啊，那就是真乐，啊，没有烦恼。啊，下面有个三无差别，啊，幸福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啊，这个是出《华严经》疏，为幸福众生，虽在因在果，迷无不同。啊，在因迷呀、啊，我们现在迷呀、啊，在果呢，那就觉悟了。然其理性所具，本来平等，初无有异也。故经云：心佛即众生，十三无差别。啊，这是佛上的经文。啊，下面分开来给我们说。第一个，心无差别，为一念心体，凡身不二，具足十界，摄如是等法。二欲诸佛众生心愿平等，初无有异，故经云：由心法界入虚空。这指诸佛之境界，是名心无差别。啊，心是真心，真心只有虚空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上面包括诸佛如来，下面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啊，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所以叫一念心体。啊，这个体凡身不二，啊，凡是自己的心体，身也是自己的心体，所以我们是共同一个心体，啊，整个宇宙万事万法共一个心体，都是这个心体所现所变，啊，所现所变所生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假象。什么是真的呢？这个心体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永远存在，它永远不变。我们学习常常用电视荧光幕来做比喻，
啊，体是什么？体就是荧幕，荧幕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荧幕能现一切法。我们按哪个频道，这画面现出来了。那画面有生有灭，荧幕没有生灭。荧幕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这个荧幕就是此地讲的心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告诉我们：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唯心。能生，唯心能现，啊，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，就是这个心。啊，心不生不灭，心不垢不净，永远没有染，没有染也就说不上净了，染净是一对。根本没有人，所以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。它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你看不见，摸不着。为什么看不见？它没有现象。你能看见的，你能听到的，你能够摸得着它的，都有现象。啊，形象有三大类，有物质形象，我们眼耳鼻舌身都能够接触它，物质形象。第二种呢，心理现象，它不是物质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，但是念头能接到，我们能够想得到。啊，物质现象。第三个，自然现象。啊，自然现象，我们的意识，啊，念头也能够想得到。啊，心呢，这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就没办法了。虽然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这个身心都没有办法接触到它。啊，佛法里叫它做空，但是这个空不是无，为什么？它能现象，它不是这三种现象，它能现这三种现象，能生这三种现象。啊，所生的现象，所现的这个现象是假象。为什么是假象？它是生灭相。它不是不生不灭，只有真心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有物质现象是假的，有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有自然现象还是假的，可别当真。啊，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分别，在这个假象里头，不要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觉悟了，啊，觉悟了就是佛，起心动念就是众生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心佛众生一体，啊，这是。大乘佛教伦理的观念啊，伦理是什么？伦理是讲关系啊。你看，心、佛、众生什么关系啊？一体啊，心是体，佛跟众生都是现象，都是所现的相
啊，所现的觉悟这个相呢，就是佛菩萨；迷惑的相呢，就是众生。啊，六道众生，十法界众生，迷呀、啊！一真法界的众生觉悟了，他不迷了。所以，先具足十法界。所以他能现十法界，具足摄如是，他能现摄如是。啊，摄如是起作用。啊，二于诸佛众生性愿平等。初无有异。根本就没有两样。故经云：“有心法界如虚空，心充满了法界，跟虚空一样。”啊，这知诸佛之境界。啊，什么人知道诸佛境界呢？有心法界如虚空的人。他知道，啊，他成佛了，啊，而且心跟法界跟虚空是一，一二三，三而已。啊，心有多大，跟法界一样大，跟虚空一样大。没有边际啊！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，就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对吗？这是心啊，无外是讲广，无内呀，没有底线。妙啊，妙极了！能生一切万法，能现一切万法。啊，宇宙的来源，万法的来源，一切众生的来源，就是自性，一念变现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古今。确实就是一念，当下这一念啊，一念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真正清净平等到基础啊。后头有个刮胡注解的，什么叫十法界？什么叫十如是？啊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这是心无差别，从体上讲。下面两个是从作用上讲。先说佛无差别，为十方诸佛了悟十界，了是明了，悟是就悟。十法界、十如是等法，他全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二乘正觉。那么，皆是悟本心之所具，亦是悟众生之所迷。迷悟虽殊啊，其体不二。佛知道佛。悟了，佛知道众生，众生迷了。众生怎么迷的？他知道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回归到觉悟？他也知道。
只要众生肯听话，肯接受他的方法，依照他的方法去做，很快就求。那众生为什么这么难？众生就头一个，他怀疑。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这就难了。啊，或者是接受了，相信了，不彻底。啊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，想放放不下，这个麻烦了。啊，这个里面。佛没有一样不知道，啊，众生跟佛的关系虽然迷雾不同，体是一个，啊，都是一个心，一个心变现出来的。故华严经云：“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”这是佛无差别。啊，道成佛了，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了。啊，不是说这尊佛明了多一点，那一尊佛明了少一点，没有，平等的。啊，你不问他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；一问他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不问他的时候，他心在定中；问他的时候，是定起作用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他能现身，他能说法。你要问他，他起心动念没有呢？告诉你，他没有起心，没动念。这个妙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能现象。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现了整个宇宙，现了一切万法。啊，换一换迷，真心不迷。啊，什么时候迷呢？起心动念就迷了，起心动念叫阿赖耶。从真心里面跑出来一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就是迷。啊，你要是不注意，妄心就代替了真心，这可麻烦了，那就搞六道，搞十法界了，想出来不容易了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啊，怎样才能回归到自信呢？要转八识成四智，要把它扭转过来，就是转迷为悟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迷是虚妄的，悟是真的。啊，返妄归真呐，破迷开悟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迷是自己迷的，悟还得自己觉悟，别人没办法帮助你觉悟。啊，别人可以把觉悟的方法教给你，你要真干，你才会觉悟。方法教给你了，自己不干。还是悟不了。啊，所以佛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开悟，一定要自己修。啊，可是虽然不能帮助我，细想啊，他帮助我们一个很大的忙，那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啊，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就是帮我们最大的忙。
我们不要破迷，带着迷可以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再破迷开悟。这个办法妙极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开悟的。啊，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放下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需要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所有一切，你所需要的东西，它是心想事成。啊，我想要饮食，饮食自然就在面前。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。你对这个还要操心吗？不要操心了。我想要居住的房子，房子现成了，就在面前。那你就住进去了。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。干干净净，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我要衣服，衣服在身上了。啊，不必要储存了。想什么就有什么。心想事成了。啊，不想就没有了。啊，哪有这个世间这么麻烦？啊，所以人的贪嗔痴慢疑全断了。啊，没有一个人有贪心。啊，资源太丰富了，太多了。啊，你说你万贯家财累赘，多麻烦呐！啊，极乐世界人聪明，不找麻烦。啊，要的时候他就有，不要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不必要去保存。啊，你就想到多自在。啊，这么一个好地方。啊，十方世界。六道里头，跟我们这情形差不多。有这么一个肉身，这个肉身需要饮食，需要穿衣服，需要有房屋居住，啊，样样都很辛苦的才能得到，啊，得到又怕丢掉，患得患失，啊，这就叫烦恼啊，这就叫忧虑啊，啊，这些事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，啊，身是法性身，永远不会生病，永远不需要饮食。精神饱满啊，什么用什么来养这个身体啊？用欢喜，欢喜能养身体啊。中国古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人要常常生活在欢喜里面呢，这个人不容易衰老啊。如果这个人有忧虑忧愁，他就很快就老了啊，这个事情我们有经验。啊，我在台湾去的时候一个人，到台湾之后，啊，遇到了很多同学、老师，
啊，抗战期间同这个同学啊，大家组织一个同学会，哦，我到了里面看到好多熟人啊，多年轻呢，欢欢喜喜啊，以后我出家了，他们也很欢喜啊。到五六十岁的时候退休了，没有退休的时候，生龙活虎啊！啊，工作的精神好啊，退休之后没事情做了，想想呢自己老了。啊，两年没见面，碰到了，我一看很惊讶，两年好像啊，老了20年的，怎么老得这么快呀？啊，这佛经上说的，忧虑。啊，人的观念不一样了，工作的时候把年龄忘掉了，把老也忘掉了，一退休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天天想到我老了，你看不能上班了，想老就老，老得好快，想病就病，病得好苦。啊，老年人嘛就想到会病嘛，啊，病就想死，他怎么会不死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呐！啊，所以同学问的，看到我都问了：“这你们又老啊？”是啊，我没有想老，我每天还在工作。啊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读经4小时，讲经4小时。啊，工作很忙啊，没想老，他就不老了。那出家人这么老的，也是年岁大的，听人想老啊。啊，跟我同年的人很多，都老了，我还没老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们天天想老，啊，天天想病，所以一生都是病。啊，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老，阿弥陀佛也不生病。想的不一样嘛，念头不相同啊！啊，总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学佛殊胜，学佛的好处就在眼前呐、啊。他真干呐、啊！啊，把佛教给我们的道理贯通。啊，教给我哪些该做的，哪些不该做的，不该做的全放下，该做的随缘，有缘就做，没缘别去找。啊，这随缘呢，随缘就自在了。下面第三个，众生无差别。为九法界众生过去世界摄入是等法，而与佛之所悟本心所具之法其体一般。啊，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没两样，就是迷悟不同。啊，故涅盘经云：一切众生皆是佛，是名众生无差别。啊，华严经上。佛说得更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跟涅槃经上讲一个意思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弥勒教众生，无量教佛，弥勒也是这个自信，也是这个心，觉悟了还是这个心，心没改变，
所以幸福众生呢，三无差别了，一体。讲伦理，只有佛法讲到最极圆满，啊，圆满到基础啊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。